咧就係哥林華沙嘅一個古城牆，古城啊，啲教堂啊、大學啊，埋曬呢度。音樂燈啊！使唔使呢個？嗱，呢個咧就波蘭嘅總統府啊！嗱，呢啲係特警嚟噶。嗱，呢條咧咁高嘅柱咧，叫千刀紀念柱。去完翻嚟啦，頭先呢啲係吉卜賽嗰啲人啊，喺處演奏嚟賺錢啊！沙嘅商業中心啊，睇下啲玻璃幕牆大廈幾多。呢個咧就是波蘭嘅科比博覽館。呢個咧就是波蘭嘅猶太紀念館啊。德國總理啊，嗱，後面嗰個補辦嗰架，哇，第二次見到佢啦喎，哇，嗱，真係呢啲特工隊啊，嗱，拉住道門行噶，唔係講笑啊，啊，呢啲特工隊啊，拉住總理嗰道門啊。哇！嗰啲保鏢幾犀利，幾多個？
標你睇下，金睛火眼都及住曬。啊，變花圈啦！呢個咧就是猶太人紀念館啦，嗱，而家我哋落咗嚟啦。嗱，而家嗱，頭先咧就係呢啲軍官啦，有個記者添啊，頭先就係呢班咧阻住我哋入嘅啦，就呢班保鏢咧截曬我哋，唔俾我哋行，因為嗰個總理啊尹統咧喺入嚟，咁佢要參觀啊。呢下因為嗰個總理喺度，個總理你住喺伊斯坦布尔嘅機場。